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现在我们来练习第一课，在餐厅吃饭课文。Objectives: Exchange greetings in a restaurant. Ask what someone wants. Order drinks and food in a restaurant. Situation: 李大山、林君 and their friend 张新一 went to a Chinese restaurant for lunch. They read the menu and ordered different types of drinks and food. 李大山跟林君想去中国餐厅吃午饭。他们的好朋友张新一也喜欢吃中国餐厅的小笼包。这家餐厅的客人很多，他们星期六早上十点就到餐厅了。他们点了很多菜，有小笼包、排骨饭、酸辣汤，还有炒青菜。他们也点了冰淇淋、波霸奶茶、冰咖啡和可乐。吃了饭以后，他们还要去看电影。第一课的食物，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喝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喝什么？小笼包。我想吃小笼包。酸辣汤，我想点酸辣汤。排骨饭，我想点排骨饭。炒青菜，炒青菜，我们点一份炒青菜。虾仁烧麦，我们点一份虾仁烧麦。绿茶，绿茶，我要一杯冰绿茶，我要一杯热绿茶。冰奶茶，我要一杯冰奶茶，我要一杯波霸奶茶。